基地被拆了。啊！我说基地被拆了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带你去。基地被拆了，哦，怎么办？我今天早上去吃冰的时候经过那里，就看到好多人在那边，还有好多的怪手，他们拉了封锁线，而且还把我们挡在外面，不让我们进去。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基地没了，怎么办？亲爱的监狱局长先生，我们是高雄县桥头乡的年轻人，我们居住的地方最近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想请你帮一个忙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报纸上写说，盖捷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可以为乡里带来繁荣。可是，昨天当我听说二期工程要砍掉夹竹桃树，整个广场都会消失的时候，我想写信告诉你，千万不可以。拜托你们留下那一块美丽的广场、秋千还有夹竹桃树。我们每天都一块去乡公所前等候回应，有他们两个白痴在，其实我并不怎么紧张，反倒觉得有趣。可是三天过去了，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我想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，竟然真的以为那些大人会对我们承诺什么。在一切还来得及以前，我们必须做出行动。小马，快来帮我捡啊！你干嘛？干你屁事啊！考的什么分数？24分。怎样了？我数学才考15分哎，24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透，阿庄那么 man 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搞个粉红色的盒子来装他秘密？其他的也就算了，那本。那么好东西竟然也塞进去了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还不如放我这里。哎，怎么后续还是写给我情书？他又没叫我拿给你。走到金色甘蔗，愿望就会成真。谁？谁在说话？
呢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请帮我倒金色甘蔗。好，谢谢。我找到方法了。啊！小心呀！Station